其实刚现场看他不论哪两队哪一边成员都非常年轻啊，而且刚好是三男一女这样的组合，这是巧合吗？我金城武这一队他们有一个队员是有 X 等级的实力的，拭目以待。的确实力不容小觑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金城武这一队是蓝绿色，捉迷藏是橘色，准备开始比。绿队橘队以非常快速的想办法传到中央，那目前交兵战开始。好，首先打破鱼炮的是捉迷藏这一队，他们成功在用鱼炮带走了一个人，然后开始拿着鱼往前进攻。不过看起来他这个非常的冲，没有，他还没死，他没死啊，还是死了。现在的鱼被阻止了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捉迷藏队还是持续的进攻中，他们有人数优势，但是、还有因为有一个人在干扰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刚才没有立刻把鱼拿起来。有了，好了，有，可是现在发生，现在他们成功重新把鱼给拿了回来，开始想办法用鱼炮进行压制。不过，有队友都有帮忙，队友帮忙啊，糟糕，一个仓鼠球成功的把它撞破了，直接把它给收掉了。这个仓鼠球可惜可惜，可是现在目前双方都各失去两个人的情况下，目前还是、没有人顾鱼，没有人顾鱼，他们直接长驱直入，走到了这一个最后一道家里哇，最后的机会、直接 KO 了，瞬间秒杀呀、捉迷藏队伍非常厉害，他们偷到了这个空隙，直接把鱼给运到了对方家里面。KO 了，整个比赛时间了不起的战术，比赛时间还不到一分钟吗？瞬间马上直决定成果了。捉迷藏队一分，好，然后再决定第二回合。现在开始决定第二场比赛的规则还有场地。双方还在决定中，推塔，推塔，场地呢？目前在讨论中。女大学，韩女美术大学的推塔，按错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跟刚刚一样 ，OK。第二回合战，不愧是 X 实力啊！那个一分钟之内马上瞬间决定胜负。没有 ，X 是金城武那一队，金城武那一队啊好，那都那。好，那个、不愧是有打败 X 实力哦。好 ，OK。好，这次双方决定的装备的速度非常快，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。好，首先金手队是橘色，那。捉迷藏是紫色，好的。推塔、那像目前，左路、中路、右路各有人。那现在目前橘队呢？哦，现在看起来金城武他们双方互换。可惜，其实是中滚在控制塔的时候，还是会有多少有点牵制力在，但是。下场下来跟他 PK， 结果是1-1胜负。好，那比平手，那结果是饭团带走了一个人。好，双枪。哎呀，滚筒
从旁边偷袭，双枪的镜头上面，这一个热气又直击成功。现在双方的塔，哦，背包 X 的背包威猛无比。哇，哎，想要压加进行进攻，可是却没有。东莞这偷袭的漂亮。对，现在捉迷藏他们又把塔给推了回去。这个追杀，哦，冰壶滚筒就是这样用的，他们非常适合在场上面到处乱跑。然后，啊、哦，拍死人以后，在保险起见开了一个超跳，不是超跳，是落地。然后现在。捉迷藏他们还在持续进攻中，还有办法突破第一个关口吗？有努力中，下面的分数逐渐拉近，平，刚目前紫色领先，紫队啊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哦，橘队，现在、啊、哦，没错，他这一个什么金城武他们开了一个下雨，然后直接把这一个塔上面的人捉迷藏队全部都压回去了，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？现在目前非常紧张，因为在紫队。现在金城武他们这一队还没有突破第一个关口，所以哦有绕背，但是继续前进。现在他们死了，忘了在哪里吗？但是金城武上面有人，哇塞，这个关筒真的是非常的杀，他们到处乱跑，到处乱杀，让金城武队几乎没有办法组织出一波有效的进攻。中滚这波偷袭几次都很成功啊！对啊，中滚他们就是暗杀类型的武器啊。差一点，这个浴缸差点没看到脚边的小鸡走过来。双方都有雨。啊，中滚没墨。啊、哦，带走两个，直接拍死了两个人。这一个捉迷藏真的是非常凶狠，他真的在捉迷藏、啊，名副其实的捉迷藏。现在他们推到了第二个关口之前，哇哦，哦，中滚又成功了，继续推。糟糕，他被洗衣机、啊，洗衣机还是把这个中滚带走了。他成功牵制住中滚，来不及让他。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再继续往前推，金城武还是继续的守住了这一次的攻势。现在他们金城武队有人数优势，那有办法收走这个人吗？收走。现在他们哎。欸塔上面捉迷藏把这个塔给挡住了，捉迷藏真的是捉迷藏，不过现在他们人数劣势，说金城武没错，金城武还是没有办法这一次的进攻继续往前推。剩下最后40秒，分数一旦不断，哦，金城武这一次他们有成功组织出了一波有效的攻势，可是似乎金城武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往前攻进去的样子。有，这次他们有啊，哎，这一个守塔的神秘武器蜡笔枪，还是发挥了他这个守塔的强度。似乎看得出来，金城武队似乎有点疲倦了、啊，还是他始终攻势没办法往前再攻进去的样子。最后十秒钟不到，啊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可是开了背包，可是立刻就被干掉，空中被蜡笔大、啊、比赛结束了。这场比赛目前是由捉迷藏队取得了一胜。捉迷藏他们这一个有了非常厉害的滚筒为主，然后还有其他队友也非常的配合。金城武们要各自回到各自的县市去了。刚刚访问一下，有两个是从新竹来，我们还是给新竹金城武们加油，这样。啊，没错，这一个蜡笔也有 X， 对，双方都有 X。好吧，那好，那接下来我要上。